雷射以后的皮肤像是婴儿的皮肤，比较幼嫩，比较需要小心照顾。对对对，好，吃的东西有没有要注意的？对，的确像我们刚才院长提到，就是说你的皮肤的这种护理啊、卫生，那饮食部分它也就是皮肤的修复嘛，所以我们就是蔬果啦、水分的补充很重要。那在蔬果、水分在这一块，还要特别强调，就是说一些感光性的食物，好像柑橘类啦、香菜、九层塔，对，这些属于感光性的食物，对你的皮肤的修复就比较不好，是怕会就是色素沉淀，对，更容易色素沉淀哈。当然要预防这个蟹足肿的体质，这结缔组织增生啊，所以但还是伤口的护理跟你的水分跟营养素的补充哈，奶蛋豆类啦、蛋白质还有蔬果维生素这一块，特别要来加强营养补充。那有没有说不能吃那种比较色素比较多的，例如说什么酱油啊这种？其实对，这也是我们古人偏方的一些概念。其实酱油对皮肤的修复，我们中医系并没有这方面的论述，就是说你皮肤各我们身体的疾病的康复哈，最强调就是说冰冷的或者这些刺激的哈，这些辛香料特别量多的，或者说油炸的、辣的哈，这些高热量，还是强调这些东西啊，跟现代医学的概念是一样的，是，并没有说酱油皮肤就会反黑啦哈。我不知道，我想杨医师以皮肤科专业有这些的同意吗？就是这样，就是说确实它不会说你吃什么颜色就会变什么，它变什么颜色，因为蟹足肿的本来就是你的体质，对，你哪怕喝了很多比较清淡的，它照样要长蟹足肿，还是你的体质。对对对。有什么中药材可以就是帮助恢复吗？这个我们这个蟹足肿哈，一般来说哈，它是结缔组织增生哈，的确那个皮肤当下是不可以给它刺激了。那在中医的运用，它也是多开一些活血化瘀的、行气活血的，就是说让大家知道，像说玫瑰花啦、山楂啦、黄芪、红枣这些，对我们的血管或者是胶原蛋白的恢复哈有帮助的，大概都中医师也会常用这些补气养血的中药。好，但还是恢复到自身免疫的自己免疫力的调节，让你的那些皮下组织不会乱长，就不会有这种蟹足肿的体质。是 OK， 所以免疫力下降，有可能让我们皮下的那个组织有点调皮捣蛋。对，它比较没办法规律的这个生长啊，这些血管的新生就会受到破坏。好，所以治呢，我们就知道现在有很棒的方法可以来做处理。当然你之后的这个防护也是蛮重要的啊。那还有一种是这个胎记。好，那胎记就有很多种啦。好，那胎记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呢？胎记来讲，它也其实是一个所谓的色素的，一般胎记的反应是在主要是色素，它可能有蓝色、黑色或咖啡色或红色的这个胎记，它其实是80%以上是基因的突变，就不是遗传。就是说你上一代到下一代是代表是叫遗传，但是基因的就父母亲没有，子女有的话，这叫基因的突变。那这个遗传的体质是1/3000，就是你3000个胎记的人才有一个机会传下去，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否则本身都是一个基因颜色的调整，然后造成颜色的改变。所以胎记目前跟以前的概念不一样了。现在的胎记跟以前的治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以前大部分的胎记哦，都是父母亲觉得自己是不是扫地啦，做了什么事情啦，做了什么，就是上辈子胎动啦，还有做了那个什么被做错了事情啦。不是，现在的话90%以上的胎记呢都可以迎刃而解，所以大部分的是什么亲子活动。虽然小孩子还是会觉得压力很大，要治疗胎记压力很大，可是心理上感觉现在是亲子的活动互动的关系，但是他的治疗就好跟坏或正确与不正确以后，胎记的治疗就还是差很大，是差很大。好，所以胎记我们最常见的胎记有哪几种？是的，目前的最普遍的这个胎记就第一名的就是太田母斑，太田母斑哈，那咖啡斑这个也是蛮常见的。那血管瘤这是确实是很多的红色血管瘤，这血管质就代表红色的。其中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叫做贝克氏斑。贝克氏斑它会长毛。贝克氏斑这个哦，贝克氏斑的话，这个是全球医生都会困扰这个斑。为什么呢？它的特点就长得厚厚的，然后就是长毛。那它毛是很密的那一种吗？它的毛是很粗，然后你最主要是你把整个的
东西都抓掉以后，只要一个细胞没有掉，它就全部跟你再挖，全部跟你再挖。所以贝克斯斑的话，会动用到很多的外科医生、整外的医生，哦，雷射的医生。这个贝克斯斑就很讨厌的。但是全球有很多的这种，几乎在所谓的网络上或很多的这个资料显示出来，贝克斯斑在全球几乎每个地区都有。然后它是基因的图片，对，然后它就是毛长得很厉害。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很讨厌的，这个治疗就是你患得很小，我们可以用开刀的，对，或勉强用雷射，而且雷射的效果，我目前有一个贝克斯斑的那个民众呢，目前的治疗已经超过了30次，他还没有断根，因为只要一个细胞，好可怜，100万个细胞只要一颗没有拿到，追踪雷射没有追踪掉，他就会再发。你动用了4-5部的雷射还是没那办法哈，所以只好选择，有的人选择开刀的，但是开刀一定会留一点点的疤痕。那至于另外一种是泰田母斑，这个是比较简单，泰田母斑应该是一个最普遍的这个斑。就蓝黑色的这一种泰田母斑，它主要的是长在我们眼睛的周围。像这个泰田母斑，它是可以完全的治疗。你只要用对正确的雷射，叫紫翠雷射的话，它可以99.9%的完整的治疗，而且不留下痕迹来。对的，是好，所以斑也是要看你是哪一种斑，哪一种胎记，哪一种对，哪一种胎记。对，那有一些胎记，就像刚才院长讲的，是上面有毛的那一种，那个好，那有的是密布的毛，那有的是几根的毛。对，几根的毛就还好，比较好。几根毛简单，几根的毛你就把它剪掉就好了。整个就拔掉就好了，拔掉就好了，拔掉然后就把整个根部，你把整个根部抓掉就好了。抓掉，对。所以现在的其实我们国内有一些专家哈，有一些专家他们对于血管瘤是非常有经验，因为大部分很大的血管瘤，小孩子很大的血管瘤其实是越早治疗越好。那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多的家长都申请健保。可是事实上到目前这个可能很难开放健保。因为这个这样的民众还不少。那么血管瘤的话，要动用到全身麻醉的比例太高了，所以这个是很多的专家，他是雷射也是在一个大医院里面在做的。那么至于像泰田母斑，它有一个小小的这种规定，就是规定什么呢？它主要它的定义是在眼部周围，叫泰田母斑。那你要知道这种泰田母斑哦，它唯一能够治疗的雷射哈，讲唯一其实是有点夸张了哈，就是真正雷射那么多。再排过去总共30种雷射，它将来要完全的治疗到好，而且不会留下痕迹，99.9%的 OK 的话，它的名称叫做紫翠玉雷射，它的名称唯一的名称。那至于像红宝石雷射，大概还会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误差，雅阁雷射大概50%的误差，所以一定要用对正确的雷射。对对对，还是要给医生看一下。那一定要是要有要什么，要有那个仪器，要有仪器，一定要那个仪器，因为你医生在看的过程里面，你没有那个仪器的时候，你勉强，譬如说你可能雷射有时候3种，但是你应该用的就是第四种。可是你因为没有那一种，所以你就勉强用了其他3种，效果就不好，效果就不好。对对对，对，好，所以罗医师，你怎么看这个胎记啊？胎记刚才院长特别强调，它是一种在胚胎时期的突变，它并不是父母遗传的哈，比例也相当低。在我们清朝的这个有一个医家叫王清任，他说这种胎记就是一种淤血症，就是他身体就是有一些循环不良。那他也提到叫痰饮症，就他说一种不正常的分泌物，是在古人认识。事实上现代医学他证明它就是一种这种基因的突变哈，在胚胎时期。所以在胚胎在我们的怀孕的妇女前3个月哦，你在药物的使用，还有一些神经营养素的使用，一定要配合我们的专科的医师来服用哦，该叶酸 B12这些都要注意，还有这些滥用药物也要特别注意。所以他现在医学有发现，这个胎记它是跟一些微量元素锌、铜、钙、镁有关。那这些东西在哪里特别多？就是五谷类哦，对，五谷类对比较多。那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这种黑色素病变的一种酵素，叫酪氨酸酶哦，这只要跟黑色素有关的，我们院长相当知道它有活性有关。那这个皮肤黑色素的形成，这种胎记的形成，假如是后天的话，特别要注意，就是海鲜啦，或者一些烧烤炸的、辣的，这时候自由基多的，这些都影响到这个酵素酪氨酸酶的活性。所以尽可能我们先天的部分就要配合专科医生。
师，就是说越早处理越好，好，因为到后期反正它有一些压力啊、美观的因素，那在有这种血管瘤，它有一些会异常增生，哦，那有时候我们院长提到越快处理越好，那后天的因素就要从我们的饮食部分来做调整。好，所以如果说是因为我们在怀孕的时候呢，就是没有吃对东西啦，或者是不小心吃了什么东西啦，让这个宝宝有这样胎记就不好了，所以从怀孕只准备怀孕那一刻起，其实就要特别注意各种的饮食。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要去除胎记用了一些不对的方法，是的，包括哪一些？你可能用到的是通常会用错一个错误雷射，叫雅格雷射。因为台湾的医生所有的雷射的第一步90%以上的第一步雷射